我会去弹吉他是也是一个偶遇啦。以前我的专长其实是画画啊，朋友带我去一个地方去看了一个乐团，那我去看，哎呦，他激起我那个想弹吉他的意念。我父亲跟我 make a deal， 他觉得你考上我给你7000块就对了。我就到台南一家叫 Uncle， 那里一把吉他只有1000块，就开始也一直玩吉他了，这样的。就我会一直找方法。以前在台湾那个时代呢，现在讲起来是52年前的了，是没有一本吉他教材。以前只有就是载黑山老师，他有出那个英文歌，还有一本是蔡龙吉。那我在一个巧遇之下看到别人拿了一本，也是手写的哦，他叫《火星吉他教材》，在台南。那我就坐夜车到那个地方去买他那本书。那时候刚好打越战嘛，所以要大量的英文歌的乐手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组团了。高雄医学院的细胞合唱团，那个 keyboard 手跑到一个叫华后饭店，美军一进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就到那边开 party 了。但我去到那里的时候，那个领班就叫说：“哎，那徐志明上来弹吉他好了。”一玩，领班就找我去上班了。对，一场台币200块，以前吃面大概两块钱吧，一碗面，就52年前啊。也没有什么其他因素，就是纯粹被教。因为小学那个时候刚刚光复哈，大半人都是还在讲台语嘛，阿告啊、阿辉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什么一大堆这种绰号，我没有绰号，我姓许嘛，台湾话叫寇，不叫寇龟好了，就这样叫寇龟下来。小学毕业后就没有人叫了，就毕业了，对，一直到开始弹吉他，碰到小学同学又叫我。后来又这个绰号又回来了。协谱从24岁，以前练团都不协谱嘛，就是把那个黑胶唱片哈，我们练的时候就放个4小节，大家抓一抓就练那个4小节，然后再往下再听4小节。在那个年代呢，最 top 的乐队就是在电视台3台嘛，那时候我还是录音室的乐手嘛，所以我一看到那个谱也是哇，就是一张谱。里面有鼓、有贝斯、有 keyboard、有吉他，全部都在里面。那我是觉得，如果我不会写谱，我可能永远要做乐团。土法炼钢一直研究，我从24岁写起的话，大概写到34岁吧，我都没有停。只要我有时间，我有谱我就写。啊，就是变成有一张专辑叫《Bridging》，他那张得了那个什么格莱美奖，那我就买了5张，因为黑胶哈。他一直长期磨，到最后还是会听不清楚了，就要换了。我那一张我算过，我大概写了1年，就我只要有时间写2小节、3小节，写完吉他写贝斯，贝斯写完还写鼓，我那个还留着。钢琴啊，贝斯全部都完整的。我一开始写，我有个习惯就是都是送给歌手，自然会有回应。哪里写错啦，哪里写的不好啦，这样子。那我就从里面慢慢去改过来，这样。那我通常就是会要求我自己连即兴的都把它写出来。我也习惯把贝斯从头第一个音写到最后一个音，就是每个音把它都写下来。其实我在音乐上严格讲起来天分是不足了，但是我是比较用功。我35年前那时候 MIDI 刚出来，那朋友约我去洛杉矶去看 NAMM SHOW，NAMM SHOW 就是乐器大展。我就是看到一个老外，他现场他就做给大家看什么叫 MIDI， 他从鼓开始敲琴，然后录 bass， 录完他弹吉他，哇，那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 shock， 我说哇，一个人就把一个乐队干掉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，后来挣扎了1年，我就决定学。学的时候我就到好莱坞去买一些书嘛，但都是原版的，要花很多时间去查单子，全部自学。对，没有其他方法，就是一直看书。所以你看我的说明书啊，字密密麻麻的，都一直在做笔记啊。啊，以你去美国的时候，美国那边朋友跟我讲说，我一定要去弹 keyboard， 如果没有弹 keyboard 呢，可能会没有工作。很多人卖吉他都弹得比你好。那吉他 center 里面那好多人卖吉他的，哇，都弹得很厉害，所以我就花了半年时间去练 keyboard。我碰到一个很有名的做音色的人，他叫 P.O. Paul， 我后来知道他有做那个音色卡出来，哇，声音很棒，叫他帮我做一个 string，
他帮我做一个很棒的一个 stream， 那我就到美国去混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在玩音乐人哦，这个音乐精神苦练的，没有人像苦瓜那样子。苦瓜我是觉得跟他做朋友非常好，他这个哦，跟他工作我就很累。要看人之前，要表演之前，还要再练一次。柯圭，柯圭哦，足认真的哦。那个真的精神哦，我的佩服他。柯圭，你无人对也丢啊！无人对也丢，他练习的精神没有人，没有人跟他比，我都佩服他，我没办法。他就是说，永远不离开他的乐器。那个精神太棒了，但是我就是说，哇，我要上班，我要做三几个工作。暗时啊，你嘛搞啊轻松点了啊！你该做工课哦，诶，正经，哇，你动袂掉，动袂掉，因为他要求嘛。但是很真的做的时候是很舒服的，他不必担心，他太好了。因为我的歌是和音很多的，那苦瓜老师就建议我说哪边和音要怎么处理，怎么处理。因为我们现场没有请和声，可能都是别的歌手来帮我，所以我要把那些和声都要写好给他们。然后我去他们家也练了两三步，这样很不错的老师，对不对？许大哥呢，好像是从小的时候就热爱吉他，然后他好像狂热到。他觉得说他有些吉他的一些把位他抓不好，或者是说他不能够跑远一点，他好像把他的谱去割掉，把谱割开，所以他的手可以张得比较大，可以弹得玩得更宽广，这样子。我有这个意愿啊，但其实我后来没有去做。我是初中的时候我喜欢化学嘛，所以我就玩火药，玩炸药，啊，这个是手是被炸断的，我得了扳机指，扳机指以后我做了差不多四次的开刀。如果待会你看我弹吉他的时候就很怪，我的手指头这根是进不来的，这边是有空隙，等于说我当时不应该去割扳机指。然后医生他不知道我是吉他手，所以他就帮我搓掉，搓掉以后我这个手就不平衡了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应该，就是人觉得慢慢做音乐会路业越来越窄嘛。我去卖跳蚤市场，去卖东西。我还开过出版社，对，那时候我开出版社，有出一些教材，又去考那个房地产，又去考保险执照，因为美国都要执照。哇，我觉得也好难呢。我发觉我好像也是不适合。对，就是做保险的，还去学那个发牌，就赌场不是要发牌吗？对，我们去排队也没有排上，全部都是妹妹啊，算了，还是回来做音乐算了。我那个四五年，如果有去 MI 学，我可能会更好一点，但是我没有学，就跑到去搞刚刚我讲那些有的没的。有个叫赵伯全跟我讲说，苦瓜你还待在美国干什么？你看台湾卡拉 OK 都做不完，啊，回来运气不错，就是一直有工作做到六十几岁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也差不多了啦。但是突然间又八大有一个叫万春风的节目，找我去写谱，对，我从那边又做到今天。我以前在台视做乐手嘛，但我那时候就是团员嘛，我也是非常可以跟领班搭配的人，我意见比较。少，但我现在做 leader， 我就必须要在歌手还有乐手之间，给我们的那个有限的时间，怎么样去把它掌控好，这样子。对。那我通常歌比较难的，我会先把那个 audio stretch 先做好，就 click 全部做好。我早期的 program 是跟一般在做演唱会 program 是一样的，就是做 click 轨嘛，然后再做 mark 那个所有的那个。program 方面，我后来发觉哇，歌手唱奏就完了，所以我就换一个方式，就是我做 tempo， 那我就用这种去换小节。歌手唱奏拍子唱两拍哦，哇，早两拍过了。那我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，我现在做小场，比如欧弟固定的小场，我还是带电脑去，我有做 live， 也有做 program， 因为这样子有个好处是，它比较麻烦的，因为你要装电脑啊，但是它有个好处是让你熟悉。你出状况，
你就马上可以应付。导演说这个歌换到第三条，换到第八条，哇，然后什么第七条再加两小节，哈，那边什么 A 段又不要，就这种状况我在现场我就可以控制了。如果我没有熟练的话，我到现场一定完了嘛，啊，等一下等一下啊，今天20首歌里面有2首3首有 program， 对啊，其他 live 这样的，反正两个斟酌。那我还有一个陶甲波，就是因为我的 output 是10个嘛，那我会发觉哇，那个吉他还要练，好麻烦哦，干脆就先把它录好，录比较快啊，录一录修一修就好了嘛，啊，等到练手再弹。我是有点陶甲波了这样子。我每一个演唱会只彩排一次，只有一次，就是给导演看，就导给他，所有的歌手都到我家里，全部都搞定 ，ending、coda、rita 全部弄定 ，key 弄定，进去走一次就结束了。欸，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是应该比较正确，因为传统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。传统就是要练5次嘛，练3次啊，在练团身边对 key。改来改去，东改西改 ，ending 要怎么样 ？OK， 其实这个东西全部在家里可以做好，可以在前置作业全部都做好。同一首歌换了好多好多乐手，为什么苦瓜声音比较好听？其实我在跟大家讲说，我不是比较好听，我是把前面的喇叭没有乐器，我们的唱歌不是有 monitor 吗？只有唱歌，所以你不用开得很大声，也不用 feedback 就听到唱歌，把其他的声音是从旁边打进来的。类似全部都从旁边打进来。如果你今天把前面 monitor 有4颗，你全部都把那个鼓 bass 什么都调在那个里面的话，会比较不清楚。对，我用这个方式做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科技影响最大，所谓科技就是现在有网络嘛，然后你在学音乐已经没有障碍了，你不必要去找老师，直接认真一点在电脑前面学就可以学很多了。然后剩下就是你的经验不足，就是再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师跟着他做徒弟，就可以做一个很标准乐手了。对，我通常要用的乐手，我通常都是我已经了解他的个性，我一定要找就是准时认真，要有点像所谓的军队化的那种。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就不用了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做乐队是等于跟以前的医生一样，女生啊都特别喜欢嫁给医生，可能可以嫁给乐队。那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前我弹吉他可以买房子，可以买汽车养家，现在吉他弹好的一大堆，你看看哪一个可以买到房子，几乎很难啊。我有几个学生弹都很棒，我也是哇，但是他也是苦哈哈的苦哈哈，就是大概只能养饱自己啊，找个女朋友都很难。我们是以前女朋友排队，不一样的时代的。另外的功能呢，就是他可能要兼做编曲嘛，兼唱歌，兼写词，多功能嘛。你只要靠一个乐器，你大概只能养活你自己。我的认知啊，所以我会去学 keyboard 原因，我会去学编曲也是原因。我会在那个不管大小场合，全部都一直把电脑搬去，一直循环的练习。让我播放，对，那就是这样子让我可以活久一点。那你年纪大，其实已经是生存中的一个障碍了，因为你年纪大，人家不会找你嘛，对。但你只有一个方式，就你还是一直学习。但你有你同世代的这些艺人，他也要活，对。那你把音乐做好，他可以活久一点，大家一起活久一点。电子音乐出来了，那你那个早期的乐手都是管乐嘛，管乐。这些大概15个人这种乐团，20个人这种乐团，那你声音要改啊，不然那新的唱片出来，他年轻人要去打歌，结果你没有办法给他那个声音，你还在给那个什么70年代、80年代管乐器那种音乐，你自然而然就被淘汰，主要是年龄的关系了，这是个因素。我当起来我在那边弹嘛，就一面弹一面喘了，不歌没有体力这样子。学校上课的时数是不够的，现在不是过去，现在单靠吉他靠乐器弹得好是不足的，勤劳是必然的。人老的时候就有一些愿望，就是该有东西可以留给下面的人就留给下面的人。我愿望就是我把我会的东西分享给人家嘛。